It was a time of great adventure and danger. Shunned by his kin, an Illager wanders the land, seeking a new home. But all he found was hatred. Driven by rage against those who wronged him, he wandered blind to whatever end. Until at long last, the Illager found something that would change him forever. The Orb of Dominance. Corrupted by evil, driven by vengeance, the Arch-Illager made all bow before him. And if they did not bow, they would fall. The Illagers raided the land. Who would have the valor, the purity of heart, to stand against the Arch-Illager's reign of terror? Well, not that one. Maybe you. 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丹丹为大家带来的《我的世界地下城》。故事背景很简单，一个灾厄村民被赶出村庄，因此到处流浪。他在一个神秘的山洞里面发现了支配之球，一举成为老大，从而开启了复仇计划。这个灾厄村民其实挺可怜的，如果村民收留了他，估计也就没啥事了。哎，这村民可真会搞事情。我们呢，就是要打败这个灾厄村民 BOSS， 拯救村民于水火之中。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家了，家门口有流浪商人，他在这里随机出售法器，物价很高，我有点买不起。这边呢，是一个铁匠大叔出售随机物品的，价格不是很高，但是卖的物品都不咋地。中间的石板上是一个军事地图，这些都是灾厄村民的基地，我们需要一个一个的闯过去，才能拯救里面被抓的村民。上一次我和菜菜直播打了这个烈焰锻造厂，但是里面的 boss 实在是太强了，我们都嗝屁了。这一次我们不着急给大家闯关，我们需要给大家系统的整理一下我们自己的装备问题。俗话说得好，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只有正确的认识自己的武器和护甲装备，才能更好的打怪升级救村民。点开玩家装备系统，左上角是绿宝石和附魔点的统计，我们头上三个空格是配备自己的武器和护甲的，第一格是近战武器，第二格是护甲装备，第三格是远程武器。武器和护甲都是可以附魔属性的，我们身边左右两个分别是附魔的点数和战斗力数值。脚下三个空格是选配的武器栏，配备的武器不同，定位也就不一样。四个人有远程攻击，有近战战士、魔法战士以及辅助玩家。如果单人游玩，自己想怎么配就怎么配，玩得开心就好。但是这三个空格栏里面的武器不能附魔。中间这么多的空格是我们的物品展示区，我们所收集来的武器都会在这里显示，有近战武器区、远程武器区、护甲装饰区、药水存储区以及附魔武器加成区，非常的清晰明了。右侧是说明一栏，选中的武器会在右侧说明它的攻击属性以及附魔配置的属性选择。如果你不想要一个武器，可以选择分解，它可以返还你的附魔点数以及绿宝石。还有在这个庄园的东侧有一个我们的家，里面养了两头猪，其他的东西都很平常了，主要里面没有床，要是在这里休息就很 nice 了。我们配备好自己的装备之后，可以在稻草人这里进行试验，武器的威力如何、属性如何，都是可以测试出来的。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下期就开始拯救村民、闯关、刷怪升级了。